睁开眼睛，心情很美，身体上的感觉也很美，想要有个人来抱一抱，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儿子也好，女儿也好，是那种身体原始的欲望，被他人衷心宠爱并拥有的欲望。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感情都真实表白，不再害怕这个世界。好的感觉。见他，恋爱成功的秘诀在动作多一点，说话少一点。要不要去买一份叫人惊喜的礼物？要不要制造像一个宗教的神奇？很灵敏，闻得出爱情真正的味道，要让我感觉像个女人，好的感觉，要让我感觉像个女人，好的感觉，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爱？要一份尊重和平等的对待，这才是爱的感觉。要让我感觉像个女人，好的感觉。要让我感觉像个女人。
长大长大长大，长大到没情没绪，这样的女人可以做老婆，也可以做情妇了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做自己，做个愉悦的女人，做男人和女人的朋友。要让我感觉像个女人。